人无完人，明星也不例外。他们身上的小瑕疵，在粉丝眼中就是萌点。你都 get 到了吗？跟着橘子娱乐一起看一下李俊基的这张照片。不仔细看，其实没什么；但是仔细一瞧吧，小编不禁笑出了声。俊基欧巴的两点怎么挨得这么近呢？还有长着一张正义脸的黄轩，一双又圆又肉的手，如同芝麻胶。还有网友发现，刘诗诗经常会用头发挡住右边的耳朵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 古装戏里看得清楚，原来是耳边长了这个小东东，俗称小耳朵。大幂幂驼背好像是人尽皆知的事儿，不管他走到哪，腰板都是向前倾着的。单看不明显，但和范爷堂堂一对比，这画面太辣眼睛。昂首挺胸这四个字，大幂幂算是忘得干干净净了。刘亦菲美的就像仙女一样，但不能大笑，因为会露牙肉。范冰冰的这张脸真是精致的无可挑剔，但是她的死穴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微胖身材啦。 因此还多次被传怀孕呢。张艺兴这孩子哪都好，又帅又可爱，特别招人喜欢。但他却是那种易长痘的体质，后背有痘痘，胸前有痘痘，脸上也有痘痘。但真爱粉毫不 care 好吗？这足以说明俺家绵羊星还年轻呀。